儿子怎么回去做大卤蛋能熬个汤？能，去年大卤蛋不就用这种蘑菇熬个汤吗？哎呀，真干净些了，真好。啊，看看。我天，可怜。啊，多干净。可怜可。哎呀，待会儿说不定还能碰呢。对，能打四碗汤，再打几个鸡蛋。嗯。告诉大家，采蘑菇失败，一个蘑菇芽都没看到。说的是他们在哪采的那么多蘑菇，嗯，我们就采不着，我还这么多窝子都没有。出山了，呵呵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今天太没名了。今天中午就这伙食呗。本想寻思吧，跟你二舅吧去采蘑菇，蘑菇还一道菜，下回他妈等于还一道菜，结果蘑菇成大零蛋，就看了一个正经点的小蘑菇芽子。行，今天这鱼还没拉胯呢，这今天这鱼要拉胯就完了。哎，我俩汤半全都吃了。看看我们多丰盛，金正武，蘑菇没采着，还有这么多好吃的，你寻思？还有个鱼没上呢。对，还有河柳根子鱼没上呢，油炸鱼没上，嗯，一口油炸鱼一上，那家伙更丰富，是吧？今天这趟没白来，啊，又吃那个河鱼，来了就有鱼吃，蓝水鱼。不行，你啥时候给我大姑混毛就？明天我就跟他混了。明天跟他混？啊，明天我替我大奔来，来，你们俩钓鱼去呗。啊。喂，他能钓着鱼？他有窝子。吃饭。哦，我坐看看这个。你在上炕，二舅。王姨坐这儿。啊，哎。上炕呢。你看，都热了，你那咸吗？还行，鱼带肉不好吃。对。哦，最好吃。咸鱼带肉。今天这鱼炸的好吃。哎，还胃胖。哼，看这样都不费劲儿。哎呀妈！有牙了吗？看。嗯，没有。哎呀，我天哪！拿点鱼回来。没说那什么，彪姐愿意吃鱼，拿他家牙买的什么，他放姑父。嗯。您今天没少钓，钓了小半桶。哎呀，厉害。啊。嗯。说养的彪姐不是愿意吃吗？燕儿愿意吃，给小燕儿中午炸了一盘，我们都给吃了。这也给彪姐晚上说养的炸。蘑菇一个也没采回来，一个也没有，总共就看这么一个芽子。哎呀，木头丝度也行，就是不接蘑菇，能空手回来呀？整点兔菜，你看那这帮小玩意太能吃了。嗯，哎，哎呦我天，我在那锯子呢，等着我。你行呢，小刀的婆婆包饺子也好看，看看包粽子更好看，她包啥像啥，包啥都好看。大家好，咱端午节要到了。俺是两个一餐绝对好，俺这叫金包金玉，对，像黄金一样的黄。嗯，今天能包不少啊。嫌你手真黑，泡着一宿就行了。好了，之前我们蒸过二米饭，明天我们再包粽子。他们包粽子，我刷锅，刷完锅添上水，预备好。他俩包好粽子就开始煎火。你看这婆婆啥都会，钩啊、织啊、绣啊，哎呦，这婆婆太心灵手巧了。就愿吃，不是认吃，你吃你咋会包啊？吃不会包都白费。是肉的啊。嗯，他儿子喜欢吃这个的。你们愿意吃枣粽子还是肉粽子？平时我们都吃蜜枣的，小童喜欢吃肉的。有的人吧愿吃枣的，有人愿吃肉的。对，真是口味不一样哈。但是大枣吧，自古以来传统是吃那个什么比较多，就是大枣的比较多。但是现在发明的什么放那个肠啊、肉啊都行，还有鸡蛋黄。今天我去在鸡蛋黄里买着的。过两天我们吃完了后还包，这手巧啊，就包鸡蛋。行，咱家有这粘米包去呗哈。嗯哼，我不行，我动手能力比较差，能买就不要自己做。但是其实我觉得自己包的好吃一点，能力。再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包很热闹，很开心，你不用整多，少整一点就行。
我老妈包的粽子都往出卖的，这是我妈包的，是不是？长得漂亮的哈，也挺好，包啥的都好看，也挺好。人长得漂亮哈，包包子、包饺子都好看。人长得丑，包包饺子也是丑。人家就说你可好看了，我纳闷儿呢。我说我咋就那么丑呢？回家找我妈去。开始糊粽子啦，啊，往里边摆好了，明天才能吃哈。嗯，摆的挺好吧，黄香我。嗯，摆的好。看，再压个帘吧。压上，去压，好。肉粽子来，卖粽子来。我寻思这狗长那么快呢。卖粽子，卖粽子，粽子。一个一斤多呀！昨天给我送粽子来了，想买点一半。我说明天我还想包粽子呢。我都买早了。买早就不包了。你可以蒸八宝饭，我教你蒸八宝饭。八宝饭好吃啊，你蒸的？你问你二舅妈，我蒸八宝饭好不好吃？包的还挺好的呢。这是我包的。刁杰他们都一致统一说我的八宝饭，还挺结实的呢。嗯，挺好看的包的哈，比我妈包的强。有人夸我，这不容易。你妈包的叫我这是？不是，我们全家都这玩意儿都整不了。看我们娱乐呢，二嫂。你让我。参加我们娱乐吧，行，快点，替卷替卷。来来来，哎呀妈呀！王香一来这儿，这鸡就没命了。看看买只鸡，这怎么卖呀？多钱一只啊？一百二。对。哎呀，完了，给大家伙改善改善生活，大家伙都瘦了。一吃大公鸡，就想起小刚他舅了。他就愿意吃这个大公鸡。你看那油焦黄焦黄的。哇！今天开荤了，好久没吃了，这给两个小狗饿的。好香啊！等会儿再放土豆。对，一会儿再放土豆，再放盐，现在不放那么多。啊，这多长时间？半个多小时吧。就是放点黄豆好吗？嗯。这生豆芽的黄豆。嗯。我这盐不敢多放，放了两小时。嗯。放多了油不吃咸了。把那个枣子给它熟了，再放。也做好了。这个先给它盛出来点。啥鱼有生命的鱼。胖啊。一开始那么多呀、啊？啊？这蒸熟了咋这点呢？咋三份呢？嗯，这给他老婆他老爷吃，那不会做饭呢。这得改善是改善生活。孩子，我下楼给你送去啊。好了，榨菜酥不香啊？吃不出来鲜味儿了，咱们也可以吃饭了，我给送你。嗯，为了这口饭，今天我才上学了，不然你找啥？咱俩吃鸡胗，这是搁家，搁外面我妈不让翻饭碗的，这吃饭到了就问。这么一大只鸡就出来这家？对呀、啊。我就跟你老家拿回去一口。哎呀，以后都不敢做饭了，一做饭就质疑人家，就总觉得好像是人偷吃了。哎呀，还得是你。嗯，就是奔这个鸡胗来的，没想到这边睡不着觉了。嗯，三个月没吃了。嗯，完了，一吃完吃饱了，怎么就吃一口啊？看给我姐最近磕的了。这么长时间没吃肉，整的面黄肌瘦的，你看脸上都没肉了，都瘦了。我姐回来了一个月了，就吃过一次肉。好不容易你快能吃了，问题我现在又不能吃。嗯，血脂太高呗。还是院子里的青菜好吃。在你姐回来啊，肉串我还没安排呢。我前两天我说安排了吧，她说俩呢吃不了肉。那还有个吃不了肉的，哎呦，这人愁不愁的。现在能吃了呗？吃不了。你看看呢，不是我不安排啊，这玩意儿。说咱这个鸡就是香。嗯。我觉得在外面吃那个炖的鸡呀、啊，怎么炖都没那么香。
你看咱家这个鸡肉，它那油，肉它肉还不柴。外面那个鸡要是大吃的话，这个肉还柴。现杀的公鸡确实要肥。要不我舅就乐意吃这个鸡。这是我舅不在光复，我舅出去干活，我舅要在光复，我告诉他家里炖鸡了，他早来。